你说夜店的，这样子，你怎么会？你怎么会贴着？坐一下，坐一下就好，一下吗？要。哎，都不破啊，这怎么弄？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做啊！是气球还是气球啊？茶茶快不好意思，我们录影，等下才会开始，然后这是我们来宾干点，他会因为等下你们在节目当中会有游戏的互动，然后他会先跟你对游戏的部分，就你们先聊一下，然后等下录影我再来叫你。啊，多久啊？大概在10分钟啊。 我等会来叫你，茶哥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你好，是丹年，上次有遇过一次。我知道。等一下玩那个气球，我好喜欢你哦，喜欢你很久了。你好笑，都是这样子。你换头发哦。对啊，换头，你好好笑哦。没有，你比较好笑吧？我比较好笑吗？他比较好笑。脱衣服吗？脱衣服。哇，哇塞，这干脸。因为等一下才要上。很营养。哦，OK。就脱嘞。那个，哦，你说你是不是很会跳舞啊？ 你最近不是有跳舞吗？你之前不是有上节目都跳舞？对啊，我就有学国标，你可以大概教我一下。国标？对啊。我不会啊，谁说我会国标的？就大概就是贴身这样子教一下。定贴身？真假的？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。真假的啦？没事啊，我就等一下，反正要表演啊，不是专业的。可以这样穿，不好意思啊。不会啦，我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。 是要这样贴贴着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你不是有跳过舞？就这样子跳的吗？我是这样子跳，就是你说夜店的，就这样子一个组合，怎么会贴着？他们就是这样子两个。我们再玩一个那个救护车的游戏。啊，怎么样玩？就是我是救护车，你说红灯我就说停，我就会停下来。好，开始啊。我是救护车。 我是救护车，红灯，救护车，你好，没事啊。哦，对，没有啊，红灯停啊。你看起来很开心，你干嘛一直用你的枕头挡着？不是，你用的这么快啊？啊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好了，因为我等一下那个上去要玩气球的游戏，听说你游戏很厉害，你教我怎么夹破。我在想说是这样子夹破还是这样夹破？哎，哦，对。 你还怕气球吗？气球拿掉直接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坐这边坐。我坐那边。对啊。你不能坐你身上啦，我要练。坐这里啦。我坐身上，我怎么会坐那边？不是，你坐身上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人啊，他们我们在等录影。不会，你不要这样。坐一下。坐一下就好，一下吗？好。好，我们要小声一点，不然外面会响，所以我们要干嘛？不要讲。一下就好。不要讲哦。会响，会响。我要坐了。哎，弄不破啊，这怎么弄？不能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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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这样子啦。 你不会把气球偷偷拿掉？不会，我不会把气球偷偷拿掉。你不会把气球偷偷拿掉？真的，我也不会有八十。这样不会破啊？你有看起来开心啊？打了一巴掌会，打一巴掌。你要用力按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怎么了？大力。OK。为什么？哦，跟我讲。怎么？因为你刚刚。刚刚频道。频道。你按那个这个气球，然后频道你不要乱讲话，你不要用麦。他没有听到，你不要在这边乱讲话。真的吗？你是气球还是气球？他是气球还是气球啊？是气球不紧张。20秒钟，20秒钟，20秒钟。他算乖，他算乖了。他算乖了。他算乖了。嗯，改观了，
光线不对。不是啊，在这个在摄影棚也不可能怎么样啊。我们那个是很暗。对，那是当然是录啊，这个是要录影要工作，我们要等。对啊，等时间是怎么还没有录？对。不要激动，告诉你。但是我说真的，我没有不礼貌。我知道，对对对，至少不会坐气球。
对啊，这个有点，都有点，有点太夸张了。坐气球，坦克团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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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快要录影了，赶快！不是大家一起吗？这样分开的。别麦，别麦，走走走走，他有麦了，哎，你好。不是，你刚刚在笑，没事啊，在等。你想，我最近有一个游戏，我一直没办法。怎样？就是做气球。对啊，那没办法，你没办法。我刚什么练习？那什么做的练习？你刚刚在干嘛？你怎么那么喘啊？对啊，这么喘。你刚刚在干嘛？不是，没有啊，刚就在房间里面聊天啊。在房间里面聊天、啊？当然了、啊。跟聊天是谁啊？没有啦，刚。有完全没有办法。刚刚有人跑进来说蛮喜欢我的，就跟我聊一下天呢、啊。长得怎么样？正不正？还蛮可爱，蛮可爱。就聊天而已吗？当然啦、啊，还有干嘛呢？就是偷偷来什么互动啊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哎、欸，你最近是在教跳舞、啊？没有吧？我最近上节目会秀几段舞，没有教跳舞，怎么跟教跳舞？练八气球。对啊，哥知道的啊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每次拿气球吓我啊，我知道啊。你哎、欸，你看一下那个，哎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哎，不是这么是画面。哎，哥，我在里面了。真的假的？难怪你们这么玩气球跟跳舞，有事吗？你好兴奋、啊。没有，刚刚。其实你很开心。没有啦，我刚刚在教他怎么按气球啦。对了，我刚刚没有。哇塞！你刚刚顶撞后背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顶啊。而且你说你那个贴心的舞哦，不是真的。没有，我刚刚只是欢迎瓜脸，还这样。瓜脸，瓜脸来，欢迎干脸，欢迎干脸呐，干脸，干脸，干脸。太夸张了！绿茶干脸好吃吗？干脸好吃吗？哎，你太夸张，你不是说聊天吗？你对啊。我也是这样被骗，说清楚一点。这样就手怎么大力？你这样说清楚，不要误会。看到这个就知道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来这一招！我跟你讲，不要以为我们是无所不在。这屋里面什么动作你们都看到？他有装那个。哦，你开心的，你刚根本就，你刚那个哇，对啊，那个律动，你就不要了，这样子。不是，很享受嘛。我以为他会这样子，我对啊，好了，我觉得你下就好了，3-4下吓到我。你听到不要用气球，你开心的。吓到我了，他刚一直把气球推开。对不起啊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喜欢吗？没有啦，不是喜不喜欢问题，是你看起来很开心又很喘。对啊，你讲实话嘛。对啊，如果干脸，因为绿茶你也单身嘛。不是，如果没有这一趴，当然很喜欢的。所以被你们看过，没有事。但是你没有啦，他有守住了，他有守住。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163公分，体重是45公斤，我的三围是34、1、24、35。